现在有请你们过来，你们坐在这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来来，等一下，那种，你把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先假装没看见这个蛋糕，啊，来，对，让他先假装没看见，假装，啊，这是直播，啊，那没事，这是，没事，生日快乐，哇。那个，你们是要唱歌吗？许个，不唱了。我唱歌，直接许愿吗？你会尴尬。许吧，就许愿。等一下，啊，你对，就你怎么这么，你坐一下啊啊，好，我蹲下。等一下，啊，等一下。许个愿，许个愿。我昨天其实已经许过愿了，我今天许一个可以公开的愿望吧。好呀，你们就是，嗯，什么公开的愿望？公开的公开的愿望就是，这就蜡烛快要燃尽了。我希望我可以，希望你们，算了，就是希望我们都可以开心。好大的愿望。对呀、啊，来吧。吹吧。哇哇哦！但是为什么没有歌呢？帮我拿一下，我要人家鼓掌。我想听你们唱。唱什么？我想听你们唱生日快乐。反将一军，可以吗？可以啊。你们可不可以？嗯。哦，什么？有了吗？你都不问问这个蛋糕是谁买的吗？这个蛋糕是谁买的？当然是我啊。这个蛋糕就是一看就非常好吃。那你会吃吗？这个会不会太甜了？这个蛋糕。好吃吗？那你尝尝这个。我这样会不会？我一下班就回来，就到给你买了这个蛋糕。对，然后哭了。说真的，我们是直接从片场赶过来的。我今天看到墩墩，你这样照不到你。我今天收到墩墩就是给我发的你们两个就是祝我生日快乐的视频，小视频，就是用真的有一点点眼眶落泪的感觉。而且你知道我们今天在拍什么？希望我们淋的跟落汤鸡一样。你是想说另外一个动物吧？说出来没关系。狗一样。我们淋的。没有淋，怎么会是狗呢？怎么是狗？那我是什么？狗仔。啊。反正，但是你们不能够躲过。等一下，你这样完全照不到你。对。我这个，你过来一下。你这个，你到这儿来。对。你直接找机位。你是不是太？往这边来吧。这边来吧。过来。但是我们这样，他伸，哎，这样好像我们俩是你的孩子。你们过来，快。哦。就是。这个角度 OK 吗？但是，不能躲过，你们不能躲过，就是你们还是要唱生日歌，或者是。好呀。唱吧，来，你拿着它去吃了一口了。什么了？就是给他唱生日歌。好。祝你生日快。咱俩调不一样，咱俩能不能有点默契？咱俩默契不是？祝你生日快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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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耶！不舍，然后。你知道他们准备了什么吗？准备什么？你要往这边一点，你过来一点。他们就是本来给我准备了我爱吃的东西，就是比如像就是什么苦瓜呀、柠檬。我只知道你喜欢吃柠檬，我没想到你喜欢吃折耳根。所以你喜欢吃折耳根？所以今天我生日，你们应该会满足我的愿望。不会，啊会。所以然后折耳根不行。所以这样，折耳根，我来分配一下，好，你来分配吧。就是你来解决折耳根。谁来解决折耳根？然后你来解决柠檬。在一起。啊，不是我们今天。